是让我过来这边，对。我们来看两笔，两笔比对哈。王李之六。这个是先前做的，这是现在的，可以看得出什么东西来？那你们看，这先前，刚才这边是不是很高？看颜色，嗯，这就是血液系统部分、循环系统的部分。而一般中风、心梗，所有慢性病都跟血液有关系。那这里，你做完气功以后，是不是明显啊、是有改善的？但是要说清楚，它不是真的血的浓粘度就降低了，没那么快。嗯，是说，因为这个是反映什么？反映它的能量跟信息的表现，而不是反映它真的血液的品质，对吧？胆固醇高了，血脂高，但是实实在在物质的东西，但是在能量的部分，它已经达到了辅助作用。你看到，大家讲气率血性，最起码气。开始通帅，你给他气功，练气功，他气通了，气通了，他才带动了血通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在这个里面，你要持续去做它，它是有用的。嗯，再有一个呢，这里凸显了个什么问题？像伯母刚才讲脾肾有没有？嗯，脾肾都是虚，那我们来看脾还是虚，因为这个胃的部分，消化吸收代谢这个是要靠吃的，但是在肾的部分，大家注意看，肾是先天之本。先天之本这边都是红色，你跟他用气功机或者你给他按摩，给他一些能量的时候，他明显的肾气得到补充了，伯母，所以你这个女儿很孝顺，她一直来帮助你，确实是有用的，不是安慰剂，不是做的自己心安啊，不是说哎我来尽人事，尽尽我的孝心，尽尽心意，不是。实质上是有帮助的，所以这气功机真的是对妈妈有帮助，真是有老板有帮助的，是不是没有啊？是这个很明显的，是有帮助的、嗯。那我们再看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画面，蓝色的我刚才讲，蓝色都是属于正常范畴。那么是不是在这个层面上，我们感觉得到，在某个层面上，它蓝色的部分体现的是就是比较好的。所以这个姜老师，持续有空多个伯母。这个气功方面或者这个气功机方面的加持，当然食物上刚才已经讲过了，当然年纪大看他吃什么，像黑白木耳是可以吃的，黑白木耳可以打成浆，你说黑的不白黑的白的打成浆都可以，黑的煮熟以后打成浆，放一些什么，放一些像他肾气虚啊，那你就可以放桂圆、你可以用黑白木耳加桂圆，所以桂圆也打成同样一起打成浆，哎，它就可以像喝稀饭一样的喝下去，而且吃的时候可以加蜂蜜，蜂蜜有滋润润肠，帮助老人家他常坐在一边，他通便不容易，那么你给他吃一些合理的蜂蜜，吃的这样的润肠滋养，有调补，然后呢活血化瘀，都有好处。另外呢，龙眼、桂圆，桂圆有补脾补肾的效果。那么对伯母，对现在看下来呢，这个方面对他是有办法的。OK， 好，谢谢谢谢，那我再跟他做做气功，再看看。好。